局长，参加过多起绑架、抢劫。这小子有点身手，他以前是散打冠军，有很强的反侦查力。今天凌晨越狱，黑勇父母双亡，唯一的弟弟在去年银行抢劫案中受伤，现在是植物人。这家伙很难对付，韩队，两年前的事儿没忘吧？100多公里吧。黑勇啊，肯定不敢回来。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知道，有咱韩队在这呢。你说呢？他可是你的老对手。车站、国道还有码头都已经布置了，他跑不了了。驾驶一辆大排量灰色摩托车向大学路开去。走了。
你是坏人吗？少管闲事儿。警察，你是要你妹呢，还是要抓罪犯？我是越狱犯、抢劫犯，说不定还是杀人犯，所以你别乱来，以为我一下什么都干得出来。我是有仇必报的。我知道，现在对你来说，除了你弟之外，任何人都是可以杀的。你真了解我，我弟就算被你杀了。韩队，赌球那杆子我。你还想单独抓我吧？你少他妈废话！别管了，进去说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拿我弟弟换你妹妹，你给我听清楚了，别动我妹妹。你也听清楚了，我今天就要交换。等我电话吧。对了，我就算报警了。黑哥，亏你想得出来啊。这个韩队长，你是警察里枪最快的，今天可别手软啊。哥，斌子，你喜欢的这个女人，哥让她来陪你了。是什么？别乱动，没想到吧？还有几十秒就会爆炸，威力也不大，就是能把人炸成两半。爆！哥，把我手解开。没有别的办法了，你在这，我冲过去。哥，对不起。小薇。
说过，你不捣乱，我不惹你。这次我赢了，哼，警察，游戏结束了。你赢了吗？不一定。报告局长，黑影月城，可害大家。